夜店，你不是最喜欢帅哥了吗？小布，你想离开这里吗？我不是一直喊你出门吗？快走，我都饿死了。我说的是离开地球，简直没有一刻比现在更想离开这里了。如果你真想走的话，倒也不是完全没办法。嗯，你有办法？有是有，不过一旦用的话，你就不能再回来了。啊？小布啊，你确定在这个地方我能回去吗？嗯，你是被母星制造出来的，体内当然有母星的能量，一旦你死了，信号就可能传回母星，到时候他们就来救你了呗。可是我都死了，他们还来干嘛？咱们母星不是发达吗？把你带回去兴许还能抢救一下呢。可能要是万一信号发不出去了怎么办？那我就不知道了，反正我缩变系统就是最后的希望了。嗯，不行，换一个方式，换一个能抢救的那种。走。我走了，你要照顾好你自己。小七，小七，你不会真的死了吧？你醒醒啊，小七！这还得吊多久才能死？我脖子好酸啊！把我吓死了！不行，我得换一个见效快一点。你确定这电压能电死人吗？相信我，这次绝不会出错的。死了吗？你没死，但是整条街都没电了。感觉了吗？哎呦我的吧，苦死我了！我好像都消化了，看来只有一个办法了。小七，你确定要绝食吗？这可是全宇宙最惨的死法。起来了，我跟你说啊，再怎么样，身体是革命的本钱。来，你尝尝这个牛排，可好吃了，最爱吃的。哎，不行，不能吃，不能吃，我估计以后我也不能吃东西。哎，不能吃。热带餐厅的老板娘来电话了，那也跟我没关系。以后不要在我面前提到柴小七，
可是老板娘说柴小姐跟您吵架之后就开始绝食了，她好像在殉情自杀呢。